群英整形外科传承阁家移动架体技术，移动奶子再也不是专利。当我看到这个标题，小编的资料库就感觉似曾相似。有相同状况的不就是我们号称最不合格的合格章？阁家可是移动奶子的开山祖师，人家更是兴奋的拿来当案例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但看来这门技艺也终于开始有了传承。秉持着传承两字，将高水准的医疗环境永续经营。还有谁？讲真的，连路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。你们所谓的严选团队次专科医师，真让本小编百思不得其解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